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要你图解哈，这个呢二元一次不等式啊。好，我们先把那个直线找出来，我等号成立的话就是一条直线嘛。这条直线我可以用截距式，我把3移过去，然后除过来，所以 x 截距呢是等于3，那 y 截距的话等于1啊。所以呢，这一条直线哈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 x 加上 3y 减3哈，这个是等于零了啊，这是这一条直线。好，啊有包括了，因为它要等于嘛。那这样看呢，是大于等于零的话是在哪个区？是这边还是这边？我可以带什么？带零啊？带零下去的话哈，它是小于零嘛，所以不是这一边，是就是这一边的。哦，是这一边的，啊，或者还有一个呢，比较快的方法，你就把 x 哈，把 y 固定，把 x 带无穷大，带无穷大就是这一边嘛，所以我马上就知道这一边，所以就这一边的，哦，这一边，这一边就是它的解，啊，有包括这一条直线。